广告的时候，其实我是拒绝的。我跟导演讲，我拒绝，因为我根本没有头发。导演跟我讲，拜文家的你头发很黑、很亮、很柔。加了一个验证机之后呢，头发多。后来我听过，也知道他们是假的，是化学成分的。我现在呢，每天还在加的你，加了的你头发咚咚咚。观众用完之后不加的你，头发都不油。我的头发乌黑浓密，因为我加的你。我用完之后根本没有这种头发，这就是我要的洗发液。我的洗发水特地特地加的你，拍的时候根本没有这种头发，假的假的。我的头发